我專我係支持呢個項目，支持阿 Flora 嘅。咁我覺得咁有意義嘅活動，唔需要介意啦，係咯。都好簡單嘅啫，唔需要咁複雜。最緊要係因為真係因為呢個項目係好有意思，我覺得 Flora 都花咗係幾年嘅時間去不斷咁樣去拍，咁我覺得係一定要支持咯。同埋真係我入行做新人嘅時候，佢都 take care 我好多，所以佢我一定會支持佢。包青天啲人，個結局係啦，呢、這個結局咧，喺我同阿子玲啊，我哋嘅演員嘅網上面，大家都哇有一個好大嘅反應。但係我首先都會好開心，原來大家都有睇劇嘅，唔係冇睇嘅，都係好 surprise， 亦都好開心睇到大家有咁大嘅反應。咁其實當初喺我哋拍攝嘅時候，我哋都點講啊？呢、這個 ending 其實都是想有第二輯的，其實是一個伏線來的，但是即會不會有機會再拍第二輯就真的暫時未知道咯。所以大家都看到好像這個是結局的最後一場戲，但又好像是一個故事的開始，是啦，就是這樣。但好像大家覺得好像看不太明白，是啊，做演員都有時都未必明白。今次呢就很開心了，真的一路黃到現在黃到很久了，你知道他一套就已經黃上了去了，跟住就已經公司一路霸著他蛤沒有這樣說而已。那我們這麼多年呢都保持一路有聯絡，一路有聯絡，但沒有合作機會。那今次呢我就邀請他，他是二話不說，就算他很忙拍緊劇咧，都去做呢件事，因為他覺得很有意義咯。所以他不是只係為咗我而做，係為咗所有香港人而做咯。係啊，你哋會唔會想再合作啊？想啊，梗係想啦。你拍唔拍啊？呢個係最重要的問題，佢拍唔係呢個問題，佢唔得閒喎。係啊，佢做緊呢啲好有意義嘅嘢。係啊，有時話今日入嚟醫院要打針。我自己係係。我昨晚咧就突然之間咧有啲污糟嘢入咗喺隻眼度，每丁三分鐘咧就腫咗兩隻眼，好似只波咁。兩隻眼同埋個嘴。咁今朝起身咧，我就即刻去咗 Glenelly 嗰個 hospital 啦，咁就即刻食藥咯。咁而家其實係好腫嘅都，所以大家都見到呢度有腫，呢度有腫，係啊，唔係好多謝個醫院幫助我咯，係咯，咁啊。